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陆航。今天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显微便携屏的一个体验啊。我们先连接一下我的单反，这是一条 HDMI 的数据线，我们先把它连起来。还有我们这个电源线，普通的充电宝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把它连起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相机把我们的单反连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相机打开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试一下，屏幕是相当流畅的，没有脱帧。